又係我卡洛斯啦。嗱，我曾經咧喺呢個鏡頭前面咧教過大家點樣整調啦，點樣整中阮。但咧我發覺睇嘅人唔多，咁啊難怪嘅，因為彈中阮同埋拉二胡嘅人唔多嘛。咁但係今日咧，我就打算教大家咧點樣去維修一支吉他。我相信希望知道嘅人會更加多啦，因為都好多人係彈吉他嘅。咁究竟呢支吉他遇到咩問題需要修理呢？其實就唔係一個好嚴重的問題嘅啫，不過咧係需要有啲調整，或者我先同大家睇下呢支吉他嘅情況先啦。嗱，講到呢支電聲嘅民歌吉他咧，就舊年喺一間樓上嘅琴行買嘅，並唔係乜嘢 Taylor 或者 Martin 等等名牌子，但係咧就係一個國產牌子叫做美麗達嘅頂級 model 嚟嘅。嗱，而家我試驗過彈低音把位係冇事嘅，但係彈到咧第七品以上咧，大家就會聽到有啲黐品嘅情況出現咯。我就好清楚記得一年前買翻嚟嘅時候唔係咁樣嘅，但係而家好明顯就係七品至第十三品咧就有黐品情況出現，咁即係有可能咧呢一年裏邊吉他嘅結構咧受咗一啲熱漲冷縮嘅變化啦。目測咧就係吉他柄攣咗，弦距高咗好多。咁呢個咧只係小問題嚟嘅啫，一間咧我會教大家咧點樣用嗰個工具喺呢一度咧將條吉他柄調翻直佢。但再聽真啲咧，唔單止係弦距問題，因為第七品就冇事嘅，第八、第九、第十，以至第十一、十二都有事，去到十三都有事，但一去到十四又冇事喎。嗱，我來回試咗好多次啦，十四冇事，十三就有事，咁即係問題咧出自第十四品係高咗嘅。刚才我一直都用第六弦，即是低音 E 弦来试的。现在我试下其他弦，情况都是一样，第十四品没事，而十三至到第八品就出现问题了。于是我就更肯定是第十四品高了的。要解决品丝高了的问题，当然要磨平它。那在这里我就要介绍大家用几个工具先。首先要介绍的就是这块不锈钢的弦距尺。嗱，佢有細英制同公制嘅刻度，而英寸咧又有分十進制同埋分六十四份嘅刻度。只要將尺邊咧卡住喺品絲度咧，就可以精確咁量到弦線同埋品絲之間嘅距離啦。唔單止咁啊，你反轉住佢咧，仲會見到有一個好精細嘅表，裏面記錄曬電吉他啦、民歌吉他啦同埋低音吉他、高音弦同埋低音弦嘅弦距範圍。就可以调到好就手的吉他手感啦。咁至于呢条六角匙咧，就系刚才我提及过，可以将吉他嘅柄咧由挛调翻直嘅工具啦。逆时针调咧，个吉他柄就会挛啲；而顺时针调咧，吉他柄就会直翻。好啦，最后要讲到嘅咧就系呢四块嘅吉他纸板品丝弧度打磨块啦。四块木咧就有八个面，总共提供咗八种唔同嘅弧度。而呢一块 G2135 咧就系平面同埋十六寸嘅弧度，平面嗰面咧就适合古典吉他，而我呢个钢线嘅民歌吉他咧就用十六寸嘅弧度嚟打磨啦。咁当然你要打磨之前咧就要黐上一块砂纸，咁先至磨到嘢噶。要磨到纸板上面嘅品丝啊，要先拆咗啲弦线就系常识罢啦。咁既然啲弦线都用咗成年啦，顺便就换套新噶啦。要拆弦线拆得快咧，喺呢度咧又介绍大家用一个扭扭扭嘅工具。这个工具犀利啦，除咗用手搞快好多之外咧，仲可以拆个头出嚟，用支电钻夹住嚟转，就无论装弦或者拆弦都快好多啦。我记得买嘅时候，老细话过呢支吉他有啲特别嘅，就系啲弦线嘅头咧有个锁定装置嘅，拆弦嘅时候要扭松咗个旋钮，啲弦线先可以掹到出嚟噶。只要手上预备了适当的工具，做任何事都可以事半功倍完成。你看看我话咁快就拆晒六条弦啦。好啦，嚟到正式进行打磨啦。攞出呢块打磨块，由于而家咧就系打磨民歌吉他，所以记得用十六寸弧度曲个边。黐上砂纸之前，不妨先喺纸板上高试下推动先，睇下个弧度系咪真系适当。推咗几下之后咧。我真的觉得第十四品是有些突起的。我买打磨块的时候就附送了字贴的砂纸，
咁总共有两块，一块粗一块幼，我先用粗嗰块先。打磨嘅时候千万唔可以心急啊，因为我哋真系唔系要磨走好多，磨走少少就够噶啦。而个着力点咧，应该喺第十四品嗰度，轻轻力咁烫几十下咧，所有嘅品丝咧都会拉到喺同一个平面啦。嗱，而家我哋检查一下，好明显咧，第十四品系磨得比其他嘅品系多啲嘅。而最后咧，为咗将所有嘅品丝咧都统一放喺同一个平面，我就再轻力啲，由头到尾打磨一片。统一咗平面之后，我哋就再换上有砂纸做一个抛光。将磨出嚟嘅金属碎清洁咗之后，就顺便同一个纸板咧打一层保护蜡，顺便亦都用502黐翻个上弦枕先。嗱，好多人以为呢个时间咧就可以顺便调埋个吉他柄，但我话俾你听，弦线都未装好，又点量度到弦距呢？所以我哋而家不如装咗套新嘅弦线先啦。嗱，无论系古典吉他或者民国吉他或者电吉他都好，记住装弦线咧系先由低音弦开始装先。在装弦线方面呢，民国吉他算是容易装的了，因为在下弦枕方面呢是不需要好像古典吉他那样打击的，只需要拔出固弦尾钉，将个弦尾呢插入个窿度，然后插返尾钉就得了。弦头方面插入旋钮，再在后面锁定它先，然后就可以进行调弦了。自然也都可以用个搞搞搞的工具去帮手啦。嗱，我装好咗依弦之后呢，简单试下第十四品到第七品，好明显个黐品嘅情况呢已经减低咗啦。跟住我装埋 A 弦，又再试下，似乎都改善咗。正常力度之下弹呢已经冇再黐品啦。当然你要大力去 snap 线呢，又另当别论啦。既然六弦和五弦都测试过没问题了，那我就爽手一点装其他那四条弦。装了六条弦之后，你会发现 tension 劲了，很明显的弦距就高了很多。那就是出动弦距尺的时候了，大家现在看到低音弦第十二品的弦距是超过 2.5mm 的。查翻表咧，发觉 2.5mm 喺民歌吉他嚟讲已经系极限啦。咁嘅情况咧，我哋就可以用六角匙喺呢个位置顺时针咁扭少少，个琴柄就会拉翻直，弦距亦都会减少。但大家记住做呢个动作嗰阵时，每次只适宜扭少少啫，因为喺你拉直咗琴柄嘅同时，弦线亦都会掹行咗噶嘛。咁所以即使一次过冇办法拉直琴柄，都要再松翻琴弦，然后先至好重复动作。做完所有的调校之后，我都挺满意的结果啊。完成了所有的调校，就做最后一步了，就是将这个弦头呢剪走它。经过了换线、收品和调校，整支吉他咧就变成新嘅一样啦。希望大家咧都学好我今日所教嘅方法，去为自己的吉他咧去调整一下。好啦，今日我分享到呢度啦，我系卡洛斯。喜欢我影片嘅，请你订阅、加赞同分享出去啊！拜拜。